要跟这个志玲要让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许多的甜美时光嘛，对不对？就像刚刚志玲特别提到了哦，这个浪琴表的新多情系列就是要带给所有女生朋友们那么多的这种优雅跟婉约的感觉，对吗？你们大家看我的眼神都觉得我要乱讲话，对不对？他居然在写了点，你要讲什么鬼？没有，因为你刚讲到新多情，我就想说你是不是要讲说新多情？哦，我不是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新的情啦，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题是新。是，刚才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了，问他说他有没有新的情这样，那我就说要问他本人了，是，对，然后又很怕你冒出一个什么梗，我们俩又接不上，没有，没有什么梗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每一个甜美的时光跟每一个美丽的人生，都是浪琴跟这个全球优雅大使们一起共同创造的，对啊，所以其实金马奖那个梗也是浪琴铺的啊，哦，对对对，是。对，所以现在要我来点一下志玲说，那你要先结婚还是要先谈恋爱？来，自己回答咯。那时候晨晨的表情好像是这样嘛，对不对？他点头哎。对，重点是要找到对的人嘛，对不对？对，一定要强调。对，我觉得缘分就是对的时间，对的人。是，而且艾瑞卡对于大家来说，等于是一个超级大家长，一个大姐姐。她不但是在台面上，私底下其实都很关心，就是志玲的。她问我说：“哎，要不要帮林志玲介绍对象？怕你太急。”她只是说说，从来没有做过。哎，真的，因为她跟我说的同时，我也说那我也要。她就看我说好，我顺便帮你找一找。可是我推荐的人选，她都说好啊，我们再约时间。对，那我就知道就是不好。对，没有下文。但是不管怎么说哦，对于这个林志玲，是所有朋友们都是给予最多的祝福嘛，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也要问一下艾瑞卡，如果有一天对于林志玲来说有一个那么特别的日子要跟大家分享喜悦的时候，那浪琴是不是也会在林志玲的重要的时刻的时候给她什么样的礼物呢？当然啊，因为对于浪琴表而言，浪琴表的代言人就像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在浪琴堡的家族里面，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美好的婚姻了，所以包含像 Ashley Ray， 像 Simon Baker， 那剩下的还有凯特温斯雷，那浪琴都在适当的时候给了最深的祝福，那接下来就郭富城咯，那接下来就志玲咯，羡慕成下来就 Andy 咯，所以浪琴都会见证到每一个时候才放手，是 Andy 不会比我先吗？有可能是。不过这次我们刚好也在香港，我们刚从香港回来，我们在香港刚参加完那个香港的那个 Hong Kong Master 的一个Host Raising 的一个活动，那当时是 Simon Baker 在了现场，那这次我们看到 Simon Baker 带着他儿子一起，那当时我们也问了他，就是对你而言人生中最甜美的时刻是什么，他就说是跟家人共度的时间是他最甜美的时刻，所以以我对志玲的了解，我觉得对志玲而言最甜美的时光应该是也是跟家人共度的时间，那适当的时候那个适当的家人也应该要出现哦，是的，对，我没有接话的原因是在等你接话，我们是朋友就觉得被左右夹攻的感觉是，对，那如果到时候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位家人出现的时候呢，应该也要给他一些比如说特制的一些祝福的礼物，对不对？当然当然，我们一定会准备非常特别的对表，对表上这个深深的祝福，然后会祝福他们这个浪漫一生，情圣和名，真的好感人哦，谢谢。所以这个礼物是要等到他宣布婚期再开始做，还是要提前告知？可能要一年以前要告诉我们，一年以前特制的，一年以前对，要定制需要一年，对，因为是 K 金，而且会打造，而且会在背后雕上你们两个的肖像。所以有需要一点时间，而且要肖像，可以先不要肖像，直接先定制吗？如果是要一年时间，你这个我跟你讲，确定你一年要完成这件事？对，而且重点，我觉得我被大家心变了，我现在心变得很严格很大。他是说先不要定下对方的肖像，先定下他自己是哪个？对，哦，现在不一样了哟，真的有几位？时间你也知道，所以这一年内可以先忍得住，先不要结吗？
还是可以忍得住。什么又忍得住？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要等到那么特别的礼物，在那一个见证，对不对？是。那所以在今天呢，也要跟这个林志玲分享，除了是我们未来的礼物，让这个浪琴表就是加紧的帮林志玲赶工，但是不是催你嘛，好不好啊？好。但是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礼物要送给林志玲，还有一个方案，你可以同时把照片都给我，我同时定制好了，然后看最后决定谁就把名字拿出来。可是他现在还不确定对方是谁，或者是五个人选都可以排上去，我定做五字没关系。现在已经有五个人的人选哦，现在一个都没有了。那如果他没有选中那四个怎么办？那叫他自己买回去吗？拍卖，还要再拍卖？拍卖，而且应该没有人标走。啊，这是不错的，大家得到第二个答案喽，就是一个都没有啊。好的，所以呢，这个制表的这个时间，所以要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先准备好了啊。